是 SoulNet 战斗女子学院的最后一场舞台活动，大家有没有期待很久了呢？有吗？哎，你们是还没有吃饱？刚一点我可以理解啦，现在都三点了，你们还没有吃饭吗？吃饱了吗？哎，现在这边有声音是，所以你们都没有吃饱，是吗？有吗？有吃饭吗？有吗？有。哎，没有回答我的，我们等一下就有吃饱了吗？哇，一定要叫你们才要回答我，是我真的觉得很伤心。你们为什么念口哦？相信大家其实应该都很了解我们今天的游戏内容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也有一些新朋友在现场，所以一样呢，我们再介绍一次我们这一次战斗女子学员的现场活动是什么呢？今天就是要请你们来现场呢，任君挑选一个你心仪的女孩来现场。喜欢蜜雪的举手，有吗？喜欢，她是美西莎嘛，对不对？美莎西哦，她是新角色嘛，对不对？手上有三个很大的圈圈，这个呢就是要邀请大家用我们的圈圈来套牢我们女孩的心。今天只要套中了你喜欢的那个女生，或者是你不小心套中了哪一个，比如说你想要套我们的母咪好了，但你套到前面的庆子，女孩把我们的圈圈递给我们第一位挑战者，希望他可以一次就把我们的师碎带回家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觉得这第一排都是非常非常 easy， 我觉得我们的场那希望你也可以一次就中。哎，好准哦，哇，超强的，果然玩了两次就是不一样，好吧？我们这个手游的话，也欢迎你一起来下载我们的战斗女子学员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哇，又是一次就中。